这开始就有人卡了，卡了吗？下午好，大家。没有，应该是他们自己家里的网速。哇，我这有一种就是 ins 风的感觉。Hello， 大家，我好像来晚了一点点。喝口水水。滑过去的，你知道吗？这后边是镜子。一会儿肯定会有，一会儿肯定会有表情包，因为你这样猫着腰。他故意的。Hello， 大家，今天就是一个比较轻松的，咱就说一个聊天的，咱就上炕了啊。是非常轻松的一个聊天，朋友们。今天十八岁，我祝你十八岁生日快乐。不知道你是真十八岁还是假的十八岁。嗯，大家有没有在看《玉娇记之与君初相识》？别再说那种漂不漂亮的话了，这种话听多了都。免疫了，大家给看一下，说点别的。我迟到，我知道我迟到了。我没有理直气壮的说我迟到了，表达了抱歉，因为就是说刚才就是路上一些小的插曲，对。季云禾好帅，是不是？对，季云禾真的蛮帅的。我当时看小说的时候呢，我是拿手机看的那个小说，当时就觉得哇哦，就是因为他是那种一开始是讲我们电视剧中也是这样嘛，就是那个长翼把我这么抓到以后直接按到冰下这么开始的，那小说也是就是刚开头我觉得好棒啊，就是怎么就一上来怎么会有电视，就是这种小说或者说电视剧怎么会一上来就把人给按到冰下的呢，把自己的女主角给按到冰下了，我就很想把它看下去，所以当时越看越上头，电视剧也是和小说一样，就是越看越上头，而且我自己也有在追，朋友们真的咱自己人不骗自己人啊，就是说咱以前啊就是看一些剧的时候，因为我都是我的剧在播的时候我也是在拍戏，就我很少会有空隙的时候去看剧嘛，所以我一般的话呢都是会从那个就是看我自己的那种网上有大家分析的，就是可能我有演的比较好的或者说大家认为不太好的一些地方我都会去看，然后更多的是去看一些片段，因为我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完整的把这部剧追完，但是到现在朋友们昨天看到第七集，我自己开通了会员看到了第七集，姐妹们就是说真的自己就看起来了，嗯，因为像有一些片段的时间碎片的时间的时候都会去看一下，就觉得呵呵真的很棒，而且你知道虽然是我自己演的，我也看过小说我也看了剧本我也演完了，但是我看的时候我还说会跑啊，解药先跑啊，我自己就这样了，真的。有网友说让你来一个昨天的摸头杀。摸谁呀、啊、现在你摸头摸一摸就好了，摸一摸这是我朋友们，这是我，这是云禾。然后网友说季云禾占长翼便宜，说是季云禾吃鱼豆腐我看到这个鱼豆腐了，我笑死了。还有让长翼下载反诈 APP 的，真的，你们真的是太有脑洞了。我自己看这些，我都会真的是笑死。还有那个什么，摸鱼对吧？对，摸鱼，周五摸鱼。我也是在上班时间摸鱼来着，这是真的摸鱼。季云禾是真的在摸鱼。然后网友想让你用季云禾的方式展现撩人放电技巧，比如说你惨了，你坠入爱河了，救命，让你来现场欢练一下，霸气一点。可是好像季云禾没有说过这么土味的话吧，带着一分讥笑。
三分得意。各位成因吗？不行，我也很想笑，大家不要给我出这种难招。我觉得这种太想笑了，而且有点土土的。用季云河的方式。还有什么话吗？你寄信我，我必会护你。啊，你寄信我，我定会护你。对。这啥意思？让我说一下是吧？对，你的台词嘛里面。啊，然后还他们是让我说是吗？对对对。你寄信我，我定会。这有啥好说的？这不就大家想被你撩一下？不就这样了吗？大家想被撩那就今天也要去优酷看《与君初相识》，你们可以后面还有更多很撩的片段。我也看很多人就是看完也有去追小说，然后看到了后面的大结局，但我觉得大家来看一下，就是活着就是有一个实物的季云河和成毅的感情。就我当时看小说的时候会脑补很多很多的画面，然后当它成为现实展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它那个感觉又不太一样。大家问，哎，你先。大家问怎么样才能撩到金云河？你得有一条尾巴。一开始不是看中了他那条漂亮的大尾巴吗？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得看，哇，好漂亮的尾巴。然后从尾巴转到了人，就说哇，又有这么漂亮的尾巴，又有这么好看的脸蛋，完美。季云河最羡慕长毅的技能是啥？我想一下，他啥好像啥都会。然后他会下雨，还会下雪，还会哭，他会掉珍珠，就我觉得真的蛮省钱的。哦，我还看到很多人说等那个长毅掉入悬崖之后要去那地方去捡珍珠，然后下面评论说你这是在发好笑。哎，你们平时在那个弹幕上发的或者自己讨论都挺好玩的，怎么今天这下面都在刷名字呢？这是咋了？这名字里咋了呢？弹幕里边说昨天北京的雪是为你下，是为云河下的。哦，真的吗？好冤啊。大冤种。季云河还不算的，对吧？大家会比较喜欢季云河和谁的互动吗？有吗？我想看一眼。哦，我突然感觉我双眼失焦了现在。你好会，是吗？你刚加更加更加更，哎，这个你们跟我说没用的呀，我又不是优酷的股东，你们得跟优酷去说，你跟我说我有什么办法？没戴隐形眼镜，我戴了，但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距离，咱还是得稍微靠近一点，大头攻击大家。有人说他在做核酸，所以你现在是这样，这样就是，啊，是鼻子吗？还是嘴巴呢？很惨，捅鼻子真的我有点害怕。嗯，对，最近大家也要注意防疫，一定要避免去人多的地方，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勤洗手，如果在家勤通风，然后戴好口罩，不要去人群密集的地方，好吗？在家里看《与君初相识》最安全啦。落井桑，对对对，落井桑，落井桑真的很可爱。哎，大家记不记得，就是有一集里边，就是长毅变出腿那一集，就那个场景，落井桑真太可爱了，真的，他那个反应，我真的来回放了好多遍。然后我给他本人发微信，我说你这个我真的是。就是鬼畜般的看了好多遍，就是你说那个哇，那个场景太可爱了，就是他已经哇到就是他的那个，哈喽，盛德的先生，哈喽，
突然就连起哇，了这是麦。我第一次连麦哎！对，我也是第一次连麦，我给他声音开大一点。好神奇你的自感己觉。聊得还好吗？什么？你自己聊得还好吗？还行，我正在聊那个长毅他断，啊，不是断尾，就是变出两条腿之后那个落井桑的反应。他特别可爱。对，大家看到你的反差，应该也是他本人。小婷她本人的反差跟这个仙姬的反差真的好大，就是大家在现场看到小婷本人就是那种，就大家看就很疯啊，然后想要的东西一定要要到，但是她本人就是特别特别要到，但是她本人就是特别特别，就那种光着脚走在那个花瓣上面，然后就不可一世的那种样子，但是我觉得你演的那个更好，就比我脑补的那个会更好。你们这种双子座演仙姬肯定就特别好，很分裂。对，我自己的话会觉得，其实像那种坏人的角色演的真的挺带劲儿的。嗯，很带感。对，我俩其实，在片场的话都是各种针锋相对。真的。对啊，但是本人一下来就是那种特别乖乖所以我每巧。天就是拿各种鞭子，然后求。纪云鹤，我看下面刷的好快，说的是啥？哦，说我有没有给你吃酸奶疙瘩？我没有，没有吃到，他没有吃到，我之后再寄给你吧，你把地址微信发我，好我的亲也酸奶来疙了，瘩啊，好亲也来了，浩青也来了，来了，等一下啊。热闹了，热闹了。今天如果小洛洛也能哎，来，就更好已玩经了。接受了呀。长毅应该在忙工作，现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位朋友要来，浩青，梁浩青，没有来到哎，我们好像没有跟他连成麦。你那边有浩青吗？我没有看到他。哎，我这里也没有，但我这里写为什么说他只进入了直播间？可是咱没有看到他进入到这个。这儿应该正常是点接受。啊，他是现在还没有接受我们的连麦。他问。浩青哥哥没有接受我们的连麦。哎，你啊，我发给你那个，你有看吗？回家的诱惑。好绝了，这脑洞惨啊！真的绝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但我还是希望你们去看正片，不要看这些奇奇怪怪的走向，真的。不行，等我们剧播完才能看。对呀、啊，等我们剧播完了，你们再去剪那些奇奇怪怪的一些方向，我真的笑死了。我那天看到那些就是。自己刷呀刷呀刷到一些特别奇怪，我就发给了小婷，然后她说：“你快退下吧，不忍直视。太可怕了。浩青自己在开播，所以进不来。等一下，啥意思？他自己开你就播？他不想跟我们连麦吗？我怎么跟他喊麦呀、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嗨嗨，那种在这里喊吗？等一下，浩青，快来呀！是在干什么？我这不是在喊麦吗？他得关了自己的直播才能进来。啊，对对对，这是一个操哎，作。那为什么我们俩开直播可以进因来为呀、啊？就小婷老师因为操作正确，就是他能点就对不起。哎，那他为什么不赶紧进来？心机卡了，对。是你卡还是我卡呀？你那边卡了，你刚才一个表情控得5分钟卡在那边，但是是好看的，好看的表情卡出来。小天他本人真的很容易害羞。我真的不行，我昨天还跟他说，我说我真的很怕直播，你救救我。他真的是那种特别乖乖的女孩，自己带着小狗狗就在旁边，然后一上来演的时候就是那种。恶毒的那种感觉就来了，然后一下来就是是这样的吗？然后声音又温温柔柔，特别可爱。多学学，别学我，别学我。
浩清来了。哎哎，浩清直接就退出了这个直播游戏啊？真的吗？哎，我都没有看到他。啊，来了，哦、来了来了，接受，嗯，来了，又多一个人。好了，哦，嗨，Hello， 哇塞，连死我了，连半天才连上。我刚才喊麦喊了很久。Hello，天机好，云和好。有人说大冤种来了。哎，大冤种，我就什么大冤种，就可怜巴巴的意思的，是这意思吗？对。就是其实说实话，这种网络的就浅浅的了解一下的，那可能太深的层次咱还不是特别的懂。那天他们跟我说大冤种，我就真的是完全没有懂这个术语啥意思。哎，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网上他怎么要推我下去，他为什么不能理我？因为卡住了。又卡住了。对，好家伙，今天就是不让我们连麦。这是我现在不卡吧？不卡，没有，你很好。你刚才说的是那个大柴犬那个吗？对对对，你看过是吗？我都保存那个图，服了。真的，那个真的很好笑，完全就反映了那个就是你的当时那个角色的感觉。而且其实那个还挺形象的，反正我觉得还挺可爱的。对。我都不知道什么原因，感觉好像那衣服好像有点厚，还是怎么着？什么意思？你说那个表情吧，就那个柴犬这样的吗？啊，对，整个人怂起来了。对。大家后面还有就是你们两个的那个线，其实也特别好玩啊，不是好玩，对对。怎么说呢？我觉得大家就不是我一见先机就是只有挨打的份儿了。对。就是给你打服了，打明白了，后面你就知道对我好了。你知道不？就把我对你看好了。的第一面，然后我就踩他的脸，第一面哦，特别惨啊！我见先机啊，几乎没有怎么直立站着过，要么就是跪着，要么就是趴着，对，要么就是吐血。你知道你在万花谷，我对你多好了，只是跟你竞争而已。你怎么能这样说呢？你知道我在万花谷对你有多好？我看有人说何止是万花谷啊，你知道林浩清对你有多好吗？他上面有人说大师兄呢是恨你入骨，他明明是爱你入骨，大家真的分析得很好。是，就我也看了前两集以后，我还觉得是前两集能够稍微的那个眼神控制把持，看来还是没把持住啊。史上最惨。其实真的，就当还没到惨的时候呢。对，真的惨的真的是在后头呢。其实顺泽先机后面也挺惨的，他的那个个人的感情，咱不剧透，咱就是不剧透，啊啊！对，今天我是什么担当啊？可以理解的。今天是万花谷主持人。那今天我的万花谷就挺好，今天只有我一个人，我一个人就好像特别的活跃，完全跟我俊和不太像。不好意思，我们现在要还原一下我们在剧中的一个感觉。你可以互换角色。互换角色，哎，互换角色好呀。互换角色。怎么互换角色？你来当长艺好不好？因为长艺现在正在上班，他没有办法过。我来当长艺好呀。我可太想取代这个长艺的位置了。小婷来当纪云和，我现在就当顺德先机。你来顺德，可以。哦，不好意思，脚丫子露出来了。啊，脚丫子露出来，那不就是顺德先机了吗？那我脱袜子了，朋友们。我看长艺应该什么样啊？长艺应该是眼睛应该就是很真诚、很纯善。然后我是。你刚才卡了一会儿，卡了，真假的？我刚才那姿势卡了，你说是很尴尬。你们大家卡了，你们就是正在收看直播的网友朋友们，你们卡了就当没卡，因为这不三个人连麦，你们就跟他们俩说话对吧？他们俩谁卡了，你们就跟咱们俩说话。哎，人多咱不怕啊，家大业大的。
家大业大，我想看看，就是大家在这个下边都有啥说的。说太快不了。是搞笑女啊，咱不是搞笑女，咱今天就是一个氛围担当，怎么说？我爱纪云和，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可以爱这个角色，每一个角色，因为每一个角色他都有自己真的是不一样的魅力，就是，现在我们剧每一个角色都很好看，对。都特别。而且大家不是纯坏，其实真的，就你们看哦，就林浩卿，大家看一开始就觉得他特别坏，他其实真的不是，就是大家往后看就能够就继续追下去，大家真的能感受到，就是每个人他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个，也不是苦衷吧，自己的过去，自己的执念。对，都是可以理解的吧。嗯，说谷主最坏。谷主最坏。哎，其实说真的啊，就是我当时看小说，哎呀，这巧克力豆在我脚底呢，就是吃掉了，就谷主当时我看小说，也包括就是在剧本里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我都没分清他到底是真的坏呢，还是为我着想呢，还是怎么着？但其实就是一开始大家在自己的那个小小的那个小环境里，就是在万花谷里的时候，觉得哎，就是这就谁坏谁坏都能分得很清楚。但是你一出来，从万花谷出来以后，你发现其实更坏的还在外边呢，你知道吧？在家里起码还有人罩着你，你大师兄叫我这个右下边的这位大师对，兄大来师罩兄着我，自己，大师我兄就是子你于们发谁现会我找右着上你？角这位，他好坏。其实我爹对你也不是坏，我爹其实对你还是因为你太强了，只有你能够，对吧？嗯，只有在你身上才能最后达成他的那个，就是所有解救所有人嘛。嗯，先剧透。下边有人说拒绝剧透。嗯。不能再说了，再说真的要剧透。不好意思，大家，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拍的时候，洛洛跟我说，你有没有看过大师兄的热舞？去参加节目的时候，小婷，你有看过吗？没有看过，哦，天哪！你一会儿可以下去你可以搜一发下。给我了。好好，我一会儿发给你。就是大师兄他的任务，当时那场戏好像是长役，就今天要播的那个剧集里边长役要断尾，然后我要从里边冲。你对，说什么？我刚才说话吗？我没在说话，好，差点剧透，对不起啊。然后就是今天晚上那剧集，反正就是大家今天晚上看的时候，千万别想到这些东西啊。就是洛洛过来跟我说，他说，哎，他说你看大师兄真的看起来真的好可怕，他演的真的好可怕，就是一定要达到自己目的啊，怎么怎么样？我说对啊，我说真的是挺吓人的。然后他说，但是你有没有看过大师兄的任务？我说什么？他说大师兄的任务，然后我立马搜完，然后他那段舞蹈就一直在我脑海当中浮现，我哈见到他，我哈哈哈！就会想起他的那段舞蹈。大师兄现在社死。惨不忍睹，我记得太清楚了。这两个人还想让我在现场给大家表演一段啊，呢。对呀、啊，直播来一段。哎，你要不现在来一段吧？小婷她正好没看过。不好吧？大家还是照顾一下我，好歹也是少谷主嘛。等戏播完了，我跳一段，要不然太出戏了。太好玩了！如果今天露露也来一起连麦的话，应该会更好玩，因为她真的点真的很多。上部和下部一起拍的嘛，对，我们都是一起拍的。当做福利好了啊，有人让你当做福利，师兄。可以啊，等那个我等整个大结局的时候，给大家来一段儿。大家现在先不要来，因为后边它有好多好多虐的一些东西，不想让大家现在先看到。大家就完全跳戏，对，对，一下大家就不心疼我了。确实，我觉得当时真的顺德先机选错人了，搜不到的，你们搜不到的。哇，现在卡上了，我们再播一会儿就要采访了哦。好。卡了吗？嗯，在假装卡。对，我在假装卡。
被发现了。你们都在哪儿呀？谁？你们都在哪儿啊？我在成都。我在上海。在哪儿啊？我在北京啊。啊，上海，上海疫情太严重了吧？我一直在屋子里，我没出去过。成都目前还好。我们三个也是现在在三个地方，和剧里一样，大家都各奔东西了。剧中也是三个人在三个地方。哎呦，啥？啥？我看不见那个，太快了。哎，有人让师兄跳女团舞是吧？我刚没看错吧？太坏了。真的，我看到师兄女团舞。谷主，这个少谷主要跳女团舞，真的。惊雷，一点气势都没了。可以用惊雷说。真的得等这个剧播完了，大家就会看到师兄给的福利。现在别搞事儿。哎，师兄，昨天的那段。哎，不是昨天，我是昨天补了前两天的那段，也特别，居然是父女，这是怎么回事？就是和那个小蛇，你们两个人不是那个，那个啥嘛，在情人节上那一段，然后你不是自己把自己封起来，然后从那边蹦，就是这样刷出来那个。其实拍的时候吧，大家不会觉得，就是很多很多场戏，其实拍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过程，但是等出来以后，我自己都在那儿惊呼，就是哇，还有雪三月从天而降那一把剑插到那个牛头上面那个，哇，真的好帅啊！就我们出来的效果真的特别特别好看。就没错，对啊，大后期我也是拍的时候没感觉到，我拍那段戏的时候完全你是感觉不到的。对。但后面效果出来的时候还是就是那一瞬那一下还是，我也觉得挺帅。对，自己认证了。我们可以 say goodbye 啊，真的吗？等会儿还有采访，可以想一个。啊，那就试一下他们俩也对对对，想一个再见的方式。哦天哪，我朋友们，我要先撤了，我还有一些采访，咱就是说，不行，短短一天，嗯，不行。啊？不行，不行，我要被常毅带到十方镇里去了。现在只剩下你俩，他们俩会继续那个什么吗？那我就一会儿点开那个，我拿另外那个手机，你们帮我点开，看看他们俩会聊啥。别我走的时候我换。不要看。那我就先走了哟，大家要保重身体哟。好吧，先忙。拜拜。啊，注意防护啊。好的，好的，拜拜，朋友们再见啊，拜拜，我先撤啦。拜拜，我撤。哎，我还没撤出去。